下一个问题是，在地铁上你遇到了帅哥的话，你会怎么问他要联系方式？就先去问他，你想要我的电话号码吗？不想。不想，不想也得想。谁会要你的电话号码？你给我要。我最近在网上新看到一个套路，会过去问他说，嗯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如果他说没有，你就说，那你现在就有了。好恶心啊，难怪男生中这种招啊。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样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就知道你没有，然后走。我看你也不像有女朋友的样子，然后扭头就走掉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题好不好？男生会什么技能会让你眼前一亮？我们问问徐涵。我觉得一个人在让我觉得他很帅的时候，是他在专注于一项自己的工作。贴膜啊。真的很帅，是不是？就觉得贴膜把那个灰尘沾掉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对，非常的认真。贴膜男孩，我觉得就是要有自己的追求，然后在对自己的追求非常认真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很帅的时候。凯迪拉克卡拉OK路边上车了，哎，我们马上接上粉丝来给你们助阵。由于你们这个人气红啊，我们这个车友在这儿，还有我的粉丝也会混进来，对不对？怎么能辨别哪些真的是你们的粉丝呢？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质吗？我们的粉丝呢，他们会 what are you?我觉得他们只要会这个，就是一定是我们的粉丝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I want you. 你像是我脑今天呢，我们跑了这么一圈啊，在上海，我们跑了好多地方，对，转了这么多圈，然后跟三位呢，今天的这个车内时光，我度过的非常痛苦，快乐，你想说很痛苦吧？非常非常开心，只要不听歌，其实今天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凯迪拉克卡拉OK，我是王自健，来，我们三个人再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凯迪拉克卡拉OK，我们是 SNH48。